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分享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两千零八年，马里兰政府本来打算要征收后龙镇总共360公顷的土地，而做后龙科技园区，大部分露台湾玻璃，其中有150公顷，还过是全台湾少有的梯田农业区。本来台湾播种番薯的冯祥讲，安好的农地而提破坏下下，一路有的乡亲恐吓行送介入。用了三年的时间，从台北来13摆哦。本人看到港中人的敬爱团结心，也能应屯政府托公托，总算环保也规则期保留下来耶。屯太埔韩国安岛的土地征收案比起来，环保实在是好彩哦。冯祥讲，该幸福总算是得按言辞采耶，提七家的土地方向提给港中。政府征收人民的土地，照理讲应该有伊的公益性、必要性。不过，内政部营建署起笔费2021年报废的后龙科技园区一个农地变更案，都经过6年了。可能俺们是得个反转头去看啊，头下个公益性同必要性提难。一只比本单系苗栗太埔有150公顷安排的农地，睇苗栗县政府用公益性还个必要性做理由，征收过后，冇看到街边的好光景，常看到满那的上错大弄。这大概那无顾不好，十万年就去掏空，破产落就去归了。这万年要破产。马林最难用的就个过月放了。邱公凤夫妇割的菜，秋天长熟成那黑，还没一丝汗，凤祥就无闲的同家个姊妹捡下台技术的大田笋，准备反转年来试田。一只比是苗栗后龙环保里，本单嘛是苗栗县政府计划爱征收来做科技园区的土地。哇，这条够胖！你看，那拢是一个一条两条这么肥。哎，你来看这个，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哇，这么肥啦！有啊，个料在。下组贵村的人有来多的番薯园，应该番薯成功啦。因为看到农作物的生长啊，卖出去看到钱的，很高兴。没有，因为你其实到后来你会觉得人的价值啦。如果今天不种田，那我干嘛？做点卖土地分现金吗？因为我只会种田啊。你说我天天有那些钱哦，打工带出的，天天吃饭单棒晒单洗啊。可是那种日子真的也不是我想要的日子。啊，袂，你干那有遐钱，无梦敢就会当吧。有钱就通好去买物件。有钱有人去买物件，啊，大家拢要买物件，无人来种树，安尼敢会当吧？哦，嘛都有人通种，啊，敢若有钱无人通种嘛袂用个。哦，安尼甘愿啊，欢喜啊，看到这物件会种落，安尼伊会遮人欢喜。兼骨头上好，出入有利片，土地又平，有亲好的开发条件。不过，原本农民就是卖麦地来耕种。千几万亩，哎，五棵在砍，来，啊，就有通用。啊，千几万体，阮要行一堆。做在欢喜的耕种，土壤下了粮食足。就是要提其他土地方完成立命，是今年花的3年13摆的空前，张拿古老的基本生存权。很心酸呢，为什么要上街头？其实我上街头，真的到现在我都还不能接受。我觉得一个国家来讲，是不应该让这些人上街头。这样看看，我把上一个，我把上行入街头，你无感觉足见笑吗？澳龙科技，澳龙。
浩龙科技，大家为敬。到时阵啊，怎么咱台湾拢无农产品，就我农地拢毁掉，敢那钱有效无？伊朗人扮演苗栗燕政府用滥用武器，无嘛禁止驾驶做理由。单方面呢，就决定要征收后龙360公顷的土地，开发来做科技园区。五年嘞，行政院一下就做呢。同时，安顺我替伊朗人今年的四年嘞开工。那些纯粹都是也上面表层沙尘，所以那个厚度啊，真正种植的厚度大概只有大概两三公分，没有办法种植。给你征收的这个土地的钱，你在这个竹南啊，那个是头份啊，或是哪些比较市郊的高铁站区的旁边啊，你去买土地，那更有增值。燕政府所讲的无马先生的那土地，其实是台湾罕得有的铁天农业区。本人面唔记是征收的土地当中有150公顷是私人的农地。土地的填充就含标阿提其他的土上地土，政府公证书就证书，农民用袂分咯。文静嘛，他哭得要死，他一直哭啊，他每次来都哭，等下你问他，他还会哭。他说他家的，因为他家的小孩子都种田，啊，你把他的工作钱也夺掉，把他的那个田地也买掉，他们不知道干嘛。其实那是人的尊严呐。那很关键的财产权不是只是钱而已，不是只是钱而已，财产权是人民的生存权，还有人格权，同时也是人性尊严。这是我们大法官长期以来，从第400号解释以来，都抱持的相同的观点啊。所以等于你是要剥夺他们的人性尊严。三路前的讲用家私而天然土地，讲阿多就会去做国家的生态建设，平头百姓就会乖乖的让出来。李正宏，我们去问他，他说是这个是重大建设，国家重大建设，而且那时候是刘兆玄当行政院长，我儿子用电子信箱，因为他知道嘛，啊刘兆玄就有回信说，这个不是国家建设，这是公益企业。好，这些行政官员、这些首长，还有地方派系，还有这些财团，甚至一些建商，他们已经构成一个利益跟权力的联盟嘛。啊，这个联盟啊，现在大法官宣判违宪，就大法官讲的，我们行政官员、行政机关。不愿意甩大法官吗？不过农民是无的土地，做人是有嘛个答对呢？实在唔甘愿，先存钱就安尼无缘事故的本人抢走，在不堪人的支持下，冯乡同村民乡下脚头崩下，只能自救费行上街路，而来收购其他的土地。笑的，他要土地，他要卖啦，唔惊得来讲，他就这样讲。他说疯子才要卖土地，我说啊，那你就不要。他说对啊，那不要你就要帮忙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也不懂。像你老人家拜九十岁，那一届呢？但是什么是代价？咱中华民国敢是安尼对你的农民敢是安尼？因为有村民韩国国家三万的抗战，韩国农委会保护农地的坚持下，伊朗一年的四年嘞，后龙科技园区的农地变建案总算驳倒转来。那我们行政院的农委会哈，基于这个保护优良农田跟农粮安全，他已经明确表达哈反对的意见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今天有很多地主哈，也就是大部分的农民哈，也就是这个优良等着这些农民哈，大概都持反对的意见哈，就是为了农业生产跟他们的这个家计哈，继续的这个农耕的需要哈。那基于这两个理由，那所有的委员是觉得说。这个案的那个选择的区位是不恰当，因此哈，就是不同意变更，好不好？大概就做这样的结论。其实我对这些人，我都会一直觉得很感恩。如果当初没有他们，真的没有今日的完保。咱已经抗争有够久啊，希望吼，咱也相信正义一定站在咱的这边。就在土地长久了也几年。
长期恐吓皮电空前的盘，凤翔的老公庄木春，沙田今年的生意年的罗枕头徛好外，就安尼庄家的。凤翔讲，一下就连爱潮湿的人拢无的。咱庄家人讲，点一头较歹命。哈哈哈！啊，你也就会很急他吗？哦，当一开始会啦。我跟我儿子讲说，他讲话都没有信用。因为他以前说，要照顾我一辈子啊！说你怎么可以先跑自己跑去躲起来？冯翔从老公总阿提起最痛惜的土地方，安尼他就做得可能都无卡，嘛可能都完爆。当初他为了，为了这块土地那么努力，如果今天又把他送到别地方，没有留一块地给他，对。这样对他来讲很不公平。他当初的努力是要把土地留下，因为他太喜欢这个地方。他叫马大伯提土地方，背骨骨的提自理作业。就连偷水淋菜拢清实力嘞，已经九十岁的相熟的阿伯婆又做得提起大土地方，自以为行来学去。安尼咧做，大家安尼只老个咧做，你会足欢喜个？有啦，欢喜，有通做就欢喜，有通做，咱有通食，啊，咱嘛会爱一寡钱，咱来陪人嘛有钱。原本个农地是保留下来个，土地嘛一下个起太假个。要按太条的钱和小小落腿，后腿子孙真紧会感染的，一脚头一脚头的感中下。哦，因大人当然看到个风台，安尼规个拍拍拍安尼流目屎呢。你先，对，因后摆当来接。百面的，怎啊？休困当来嘛是紧倒转。同时，原本的农民就有好安尼，一搞木就多天工的咩。所以说真的，以后可能也不敢有人再要了啦。要再要，况且阮遐老爷讲，唔惊死做过来啊呢。所以后摆拢袂当叮当。那不是袂当叮当啦，换人唔知叮当啊，无我唔知啦。因为总统唔是我咧做个啊，要变更是因个管理啊。那是个抗争啊。因为有千多年的天数改什么？一下所有八千的空间，冯翔就被侵略去到现场支持技能。其实我是抱着那种报恩的、啊。其实我真的我很忙啊，我去台北都被我们前面骂得要死，工作唔做，定安尼四季后白走。明年的六月嘞，西瓜好食的时节，冯翔就会无限的为期盼万宝的西瓜节，将老朋友请过来庆贺了。一下，其寒冷模式是咩？从其他土地提供出来，来做环保的农民实习。啊，这种的这样，你等下哦。嗯。你常常在写点泡咖啡来做导灵，做灯。而且不要让人家，要让人家觉得土地是我们这辈子永远不能离开的地方。所以我才会办一挂有诶无诶。其实我办这个我都没有赚钱，而且很麻烦。很累。很累，所以我就蛮好做诶。我搁做诶，那搁开几个十万。而且我想我做那个是想说，我们这边的老人家种的菜可以拿去那边卖，心里有心一致。为啥？一下环保的农田已经起到了一片八九千元。不过冯翔讲，等到农田拢耕种唔得嘞，钱是得得下，土地系拿来生产的，唔免拿来操作的。好高兴的哈，小小成果。我说要给我养啊，以后。会走路就不要说，怕去舔你哦。嗯哦，嘿，你不吓他？没有，他不怕。像红妹、红哥都很喜欢去舔你。春天来耶，环保开始提大田整体，海埔环保同样系面对土地强制征收。不过，三因为结果的无相同，结天的土地，三世的运命。
啊，土地无卖。其实那种观念就是传承啊，他今天也不是说为了那些钱怎样，就是要把土地传给下一代，让下一代有一口饭吃。